从考古资料来看，7600多年前嘛，就是孝塞相府嘛，有条独木舟。孝塞相府以前也是我们属于我们绍兴的，那个年代的独木舟演变过来的。我们现在绍兴有传统的木船，绍兴的木船发展，其实对全国来讲，我估计也是最早的。绍兴大概有100多个品种的船，但是呢，由于时代的发展呢，原先的木船呢都淘汰掉了。现在我们绍兴基本上知名的是那个明蛙船，还有那个现在是那个乌篷船。以前的乌篷船做工是很精细的，包括船都用雕刻的，船头都用雕刻的。哎，现在这种船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。做了乌篷船，其实第一个是放样，放样之后呢下料，把那个木材下料卸好，还有你木材也要选好。打比方，你做一条乌篷船，那你选的那杉木，就是老的杉木去做这条船的，他感觉这条船呢就是不容易腐蚀掉。接下来就是你把船开始拼装，拼装整条船拼装大概也要4-5天时间。那拼装好之后，再那个做那个油灰啊打磨啊，这条船包括那个上漆啊，整条船做下来也要1个星期。做好之后呢，就是做那个乌篷，就是做那个篷，整条那个上面个篷如果做得好的话，也要接近20天时间。因为那里面是那个放的粽叶，而且它个面要每根面一样的粗细，要大小均匀，而且也要光泽度很好。那里面的太阳一晒呢，那个粽叶放进去，你感觉有股香味。这样的乌篷船呢，传统的乌篷船做出来呢，感觉比较好的。其实往后面传下去是有一定的难度的，我估计这个10年左右，乌篷船做木船的基本上要消失掉了。其实我为了保护这个传统文化，这个木船，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，包括那个照片、文字资料和船模，复原绍兴传统木船呢，使得更多的人，年轻人知道我们绍兴啊，原来有这样的乌篷船，使更多外来的游客来了绍兴之后呢，感到哦，原来绍兴有传统的这样的木船。总的来讲，我想更多的人来参与或者重视是我们绍兴传统文化木船，要大家努力才能够把一个传统文化做好。